视频。三位数乘法速算口诀，先这样这样，再那样那样，结果就出来啦。哎呦我去，不好意思，老毛病犯了，从小一上数学就犯了。我小学上了5年，初中上了4年，这整整9年的义务教育啊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算法。接下来呢，我将和我的分身一起来测试一下，到底是传统算法算得快，还是这种稀奇古怪的算法算得快。金箍金箍金箍，胡乱说胡乱说，闭！比赛开始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人同时动笔，不过传统算法的进度有点慢。我的天哪，稀奇古怪算法仅仅用了一个交叉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比赛，太震撼了！让我恭喜张大侠获得胜利。事实证明啊，这种稀奇古怪的算法确实可以快那么一点点，不过它的局限性也很大，你必须是两个中间带零的三位数相乘才管用，要不就不管用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平时的传统算法更具普适性，你们要有兴趣啊，可以去自己试一试。下一个，唐斯打捞第66天，听到没？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这都是啥呀？我找了我们家附近一条小河，看从这个河里面能捞出什么好东西。这河怎么干了呢？憋上渴了。大瀑布直接来大海，对不对？这大海多大？这边宝藏不比小河这么多。哎，听说啊，那个海的毛肉非常的地块地方的啊。等你。哦。我操！哦。这逮着了，逮着东西了。应该是假石头缝。你说这算哪门子寻宝？啥没捞着吧？花90块钱买个磁铁还掉了。下一个。第一步在路边随便捡块石头，第二步用祖传的强力免定胶粘在门上，第三步等待12个小时，这样做的挂钩挂的老公都不会掉。这个就多多说说有点意思。本来了，安泰强力免定胶，咱今天只是找它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。先把这个胶挤在木条上。你别说啊，这个胶一点怪味都没有。好了，哎。他如果想要画皱纹画，凝固时间越长效果越好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再来这个，这是我昨天已经粘好的，咱直接看效果，看看他能不能承受我的这种力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近，他当时和绝大多数人粘接材料，粘得非常好用，现在开始压门攀岩了。